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呼妈，今天要来做第98回的迪士尼娃娃屋。它这一次的附录在这里。这一次要来做娃娃屋正面的窗户，然后还要把美女与野兽房间的腰板贴上贴纸。那就来准备这一次会用的东西吧。这一次会用到的材料就都在这里。那就先从窗户开始涂起吧。这个样子，但是真的很难粘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虽然没有粘得很好看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，真的有点搞不懂他们的顺序是怎么样的。明明书上的就是还没有把屋顶盖上去之前做的，为什么要用到现在才用这个？就来看一下下一次的附录吧。下一次的附录在这里。下一次要继续来做窗户，然后给小熊维尼房间的两样小道具。下一期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了，那就期待下一次杂志的到来吧。我们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频道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